有够吗？我没够，我没够。多久啊？很久，一秒，一秒，一秒。AD 闪没好的，蓄势节奏了，偷都没扫。怎样？还能不能再试一下？压力能蹲呀！我操，这人压力这么大吗？够了，我就一个人了。好想杀！哦，我操！哇哇！我好难受，他打 W。走走，阿浪下去，阿浪下去了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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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听我的，走。我六了，来看我一下，我操！我看你吗 ？OK OK。但是我看你没用，看不了你。我他打中，打了。买房子。怎么办啊？这把被动一个没提到。还有金花的。S 了。OK。啊，那个打那个阿飞吃破线，我走了，保庇。我操！我也想玩烟圈。这上单不是拿一血吗？怎么嘎了呀？难受。船长的话，还是我觉得前期还是不能帮的，要得让他自己玩。打够他，他这么装，我操！这么屌吗？林雀下野区刷完应该有六了。中都没扫，你这发育点好啊，那没办法呀，我不能扫。算了，哎，等他回来吧，等他回来吧。好了，中单没闪啊，把啥也过去了。我等一下，我等一下，我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啊，没事了。还行，六百。这样换我能接受。你大招能实现吗？我没装了，吃这个是真的很浪费，不用吃不到了。到时可别后悔哦。先锋我也可以。他们辅助六级啊？一直在偷呀，阿拉不应该 B 的。那我去下了。我送推荐的，他阿哥上线守线的。我进去偷完赶紧跑，阿拉夫可能会来看。赢了，兄弟们，赢了。OK。我发育，我和外边的发育起来了。拖吧。我没闪的。OK。我把他一打出来，你再飞一下怎么说？可以。有狗啊，他这个站位。算了。我直接丢了，我直接丢了嘛，那只能吃个地堡哎。哎，你想他们这样了？真的哎，别啊！
看见人了，我知道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谁啊？哎，走走走，走走走走。哎，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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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拉夫必死，拉夫必死。还行吧。还没上。哎，真的掉了。这波这样放峡谷太草率了。他回来了，我还没溜。泰坦用大了吗？这样放峡谷，他们准备可空大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动用的。他那个大是空了。用用用用用了。我不知道有，我不知道读不读条那个。我都不感觉下面峡谷还有人。嗯，人没有。嗯。哎我操，他妈在这里啊！怎么上来这么快啊？这地面都是干死吗？对啊，他延续好多块啊！我不敢吃。哦，飞飞，嗯嗯嗯，防御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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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这个猪逼！你为什么不帮我打？他回去买那个了，买巨石了。我靠！海妖大概率是买巨石了。我操，这防御塔，脑残啊！怎么烂了？还好吧，我再买了个锯齿。我龙头了，我操！龙残了！哇，好亏啊！被冻掉了，没吃到。我大招没刮到那一段，他这都敢。有个助攻，行不行？商量一下。哎、啊，没助攻吗？不知道，这有点过分了啊！不是不是，我以为你能 A Q 到，你知道吗？我真不知道，我以为你能 Q 到的。刚刚正好想了点心事去了，不好意思。后面没给他杀了，好那个。被冻又，哎，我是提了吗？没提到你小心啊呗，来就死，谁死？我飞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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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没闪，没闪的，对啊，我怎么会让你孤身一人？我不会让你孤身一人的，阿呗。 AD 明星化，有没有闪不知道。靠，他不是往中靠了吗？是把压力给他上瘾了呀。那再打吧。我看看随便勾。他上路有二吗？上路有二吗？有。啊，那没事了。我再往上走啊。我靠！你为什么要跟他找他呢？我想拉一下，这更妙了。你们都不行，看我的吧。你还敢拉他、啊？反正三位能拉死他，他想推这个塔。等我，等我，等我。他死了已经。我操，这要是能吸起来，我说实话，真英雄三了吧？我跟你说，阿上来了，那个阿伟，那个阿伟，阿上来了，阿上来了。阿卡上推的没得上。啊，在上我，在上我，肯定在上我，肯定， okay. 放心吧，他一定在上来的，我保一下这个家伙。OK。下路有点小憋屈。这波你九把杆拿了，得稳住了。妈正好动手来了，三秒的在这边。算了吧，你敢？我他妈这有个眼，难怪。避一下，避一下，有点小伤。
他瓦拉夫十二级啊！我操，有点离谱哎。但没事，闪狗住吧。还没闪呢。没闪的。没闪的。确定搞吧。试一下吧，我觉得能拉扯他。他要拉太大招哎。他追不到啊。我靠！好他妈吓人！我脚趾板抠绷紧，我操！好吓人，好吓人！我要打蓝牌了，打蓝牌的话他死得快一点。去哪？我在。我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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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到了，我到，我到了。看我吧，看我吧。我到，我到。来。我可以看，也是在这里。等我吃，等我吃。你吃，你吃，你吃。哎呦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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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跑我一个，都可以跑跑跑跑。阿克上面死了啊！哎，我这边我这边，看看看我。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，你走远，你还能拉上吗？拉不了。人消散了，人消散了，人消散了。他要打蓝 buff 的，搞他吧。等一下等一下，有表有闪的人。岩穴没闪，岩穴没闪，跟我闪同步，刚刚才交。算了吧，这场我出可不太好说。哎，我这边怎么？不到呀，看人家。哦，玩的好憋屈啊！阿拉夫必死了。哎，没你没搞头啊？我觉得我们两个真没搞头，双入了。我算了。哼，那是捡来的斧子。有的，那是捡斧子。你还要拉扯他？感觉龙可以给啊。还要过去吗？龙可以给，龙可以给，但是他们好像没有打，好像。我给你个大，我给你个大，我给你个大。妈有这个，我操，没注意，太难再绕，太难再绕。你要嘎了，哦，没。他没大的，他都没大的。我的这一天真的好扯。他胆太高了呀。他现在装备等级太高了，又是个大的呀。打三十分钟，好吧。看下我，看下我，看下我。我在看你，我在看你。我有重要，我有重要，可以，可以卖。把他杀了，把他杀了！哦，我操！伟大，伟大，伟大，可以推，可以推！他一刷，伟大，伟大！他没闪，他没闪。OK，OK，OK。Nice，Nice。这是我的头吧？怎么封个走位啊？杀一点，杀了我可以接受。大人头，九百块。你拿了两个九百块的，阿伟。对啊，我拿了几个终结的。你拿两个九百了，一千八，升十三级吧。可以，前面太难了。看上去。感觉他很想飞我。啊，中一塔是不是？很想中。哎，没想到，不是。伟哥，接下来吃钱吧，真的真的。OK OK OK。哎，都被打死了。坏了。
还没斩的伟哥，还没斩的，没意。把他打了，把他打了，把他打了。你要杀吗？我手上了。岩雀跟鬼一样的岩雀，我操！感觉岩雀跑得有点快。嗯，岩雀跟鬼一样。完了，大龙没了，怎么办？我有啊，我有啊，他们打不了吧？他们没中路的，上单也不在，怎么打大龙啊？能打能打。没打没打。他们上单不在，他们中上都没在，怎么打？我装备好起来了，但我是需要等级。对，你现在需要等级，你装备很好了已经，但需要等级。没事，拖吧，我们没有龙压力的可以拖。是要给 AD 搞个头的，我们找机会。压力这么大吗？杀了我可以吃，你吃，下楼没人的。我算算，阿尔上在找我，好像。阿尔上就在蓝区附近。我马上十三级，马上十三级，先走吧。这毛病啊！我下没阿塔来着。他明天装备很好啊。没大绝了怎么办，兄弟们？这可以吃哎，这个残血的啥？不好吃，不好吃，很难吃。不好吃吗？我觉得我们可以找点机会。我操，太吓人了！我操，好难探视呀！太难是没闪的。没事，只要他没打到东西，别着急，没打到东西不用过去。没打到龙，我们急什么？我们的中。对，我们往后拖就好了呀。船长终于醒来，只要船长后面。爸，说实话已经赢了，他已经加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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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个五带一队。知道吗？知道吗？有炸。很慢很慢，别急。可以打。打不了。阿上阿上阿上！我泰坦给我两秒了。泰坦泰坦泰坦。nice nice。哎，有机会吗？我有闪，算了，他一句话。大龙，大龙吗？大龙吗？大龙吗？打很快，真快，他都没状态。过来的，你看有大岩雀能飞过来的、哦。我看到了。你能把岩雀打下来的，真的，你能把他 Q 下来的。啊？这公园内部吧？没杀个上。nice， 小龙小龙小龙，我要踢我要踢小龙小龙。nice， 什么意思啊？没事。哎，能拉扯他。他死了死了。六他，我踢他，六他完。六他完，兄弟们，六他完。六他完。中塔吃对吧？中塔吃对吧？我终于他妈的人气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。我们 ADC 终于打人头了，我很难受。我心里有数。哎，为什么感觉不把下路？为什么感觉不把下路多劣势啊？没有啊，我玩一些有些英雄他不敢打，你知道吗？我还不多劣势吗？往事就让他随风而去，我们已经好起来了，我已经世界上的兄弟们。好的。主要还是对面打野，我说真的，老是他妈的全三把 YG， 这把岩雀一直在下路，你说我怎么打？那我们打野呢？你要让我送，我可以啊。那我们打野呢？我说的不是那个打的。哎！打野有点意思。阿白，我知道了。阿白，我知道了。第一波岩雀感觉能换的，第一波岩雀这把压力给到谁啊？感觉这把我们这个四个人都有可能哎。嗯，
不好说。哎，林二说想跟我们撞一下，打完之后我们撞一下。谁啊？林二，他那边酱狗那个车队吧，应该是。哦。不知道什么队，应该酱狗加上，可能 YM 的那个职业上单加上小飞侠吧。小飞侠。对，小飞侠。他中到。YM 是中单，可能中单可能阿伟吧，可能。不要学小豪，你们不要像那天一样啊！拿个大龙推个二塔又全中。那我心里有数了。我们这波拿大龙再推着，但大龙好像快掉了。等一下。来，好像也做不了什么事情。这波起码得拔一个二塔。我打着。给谁抽个奖？我到了，我人到了。哎，好了。好。给我一刀死掉了。哦，好了。哎，我怎么没出去啊？他太猛了。没事，我操，赢了，我们没有重伤。哎，我白来文不可能说的。我说，不需要，我打伤很高的。感觉打伤挂个点给他的人。啊！我操，我没爪子，我以为我有爪子。是不是被草率了一点？你觉得呢？没事，这波没资源。找死找复活吧！我感觉你这波硬追是不是草率了一点啊？我爪子，我想位移过去一刀给他砍死。没事。你这硬追稍微有点呆，你觉得？确实，这波属于青铜操作。青铜操作？什么是白银操作？他肯定要吃这野区的。我复活了，不敢吃。啊，我这今天不该掉的，这今天 CD 有点久。他什么意思？我觉得可以看一下那个永少不在的外踢，反正不行了，都走了。看到没大了，下手拆吧，就下手拆吧。我打个火爆，300块钱，打个火爆。我看中路线了。你们先可以搞个，我进差点多、啊。那等小龙也行。哎呀，我也不会要嘎吧？嘎了。嘎了。哎，未必，没嘎，哎，嘎了。搞死他！好了，上了。好了。Nice。刚好无尽够了。没有一点。太阳没大了。能爆。弄。延续 nice yeah。 一波了吧，好像可以啊。一波。哎，这阿克上打我是很痛，主要是我没出永霜，出永霜的话还可以那个一点。他不好一波，我们就把他杀了。一波了，随便一波。可以一波。再跑一波。我操！什么？哎！他自信了。哎，我操！快了，要复活了。拉夫又活了，两个拉夫打。完了！快！打龙的，复活。浪了呀，这不？那不该治的。哎，说实话，他有点太猛了。现在靠我感觉我们打他们好像两个都要了，他们快走。走，给了。我操，他们要打小龙。下次出现这种情况，我们比赛的话直接打龙吧，直接刷龙吧。还好吧，得看是谁，这个确实有点能顶。哎，七贤是来一下，我卖一下自己，七贤哥来。
我有大招是吗？我跟你讲，我去吃蟹，阿德上一定来逮我，知道吗？他来了，他来了。可以大招抢龙，我可以大招抢龙。我也有大招。我们一起啊！等一下，九千、八千、七千、六千，放放放！来来来，你找我吗，兄弟？我放晚了，应该六千的时候，七千就要放。他要吃，哎，他想吃这个。我们中立，我们下路吧，下路下路下路。我有红 buff 可以回上来。我六层装的。放远距离剑很随意啊。哎，我不在上路。下路只有双人组，下路只有双人组。哎，过来死了。来的。我没技能保你。我想，我想，我想。我要 B， 我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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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， nice nice， 直接枪毙！别拉夫太猛！冷却包在哪？冷却，冷却王在这里。别被冷却台了啊！那个表，那个表，别被冷却台了。冷却有位。这拉夫这么猛吗？他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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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复活甲没事，下路我也复活甲的。来来来，我我没勾我没勾，两秒。拉下拉下，挡挡挡挡，兄弟们！可拆可拆。我还有军团呢，我还有军团，他好像在右边。他又隐身了，他火炮又上好了，我估计。我帮他挡。撤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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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风行车库，溜溜溜。来来来来，我他妈变游戏要改一下那个智能施法，哦，好难受。我表没了，兄弟，卡巴也要没了。能复活甲吗？你？我复活不了。一千七加五百两千万。四百多，把家里野兽杀了够了，感觉。一千七加五百两千万。哎呦，我吃死。你不会要嘎吧，我嘎不了，嘎不了，我无情猎手就是无情。OK。我跑贼快。那防这么蓝眼有屁用啊！我操！我操，奥拉夫神装啊，我看都不知道啊。我是真的神装的。这被 AD 我抓过去一刀就给他做掉。一刀优秀。我差点钱，差点钱。OK， 做了吗？我十六 F 六，反正上不去啊。有螃蟹，有螃蟹。直接爆闪一波，直接爆闪一波了，我无敌了已经。可以可以，等我等我，我们等小。等他货架，等他货架。OK OK OK。我们可以先过去拆这个水晶啊，他们要打的话就可以打。OK OK。他们给的话，我们就等。注意点，卡莎这波要掉，阿斯上有货架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们都入神了已经。等我啊，你们后面没人了。来了来了。阿拉夫冲进来，得激活他，得挂个点燃给他。我先卖一波，卖一波，卖一波，别挂我，别挂我，我的，哎，没挂我。我操！我怎么他妈？我点错了。nice nice。哎，不是，我就想骗他们技能，你们怎么都进去了？我操！我操！你没打过吧？桶子没抢。打不过，打不过。那桶子被抢的。啊！我这边。这不我怎么突然四杀了？什么情况？这个 AD 满血被我直接炸死的。啊，不是，阿拉夫不后期没用吧？怎么这么猛啊？哪里没用 ？AD 很痛苦啊。阿拉夫英雄，说实话，吐到我们这种英雄脸上来是挺痛苦的。他没闪了，他没闪了，他闪跟我同步。这阿拉夫跟疯狗一样的阿拉夫。
我直接被他一个人冲了，你们全去冲前面，他把我冲了。保不了吧？他开那确实保不了。哎，得集火他，得集火他，先把他搞死。我要 TP， 能，你们能拖一下吗？我破甲撑四分钟，卖了也买不了什么东西，买个飘机的。感觉让日龙看一下吧，不行可以给的。给个灯啊，我们上有踢啊。绝版可以等。我的 T， 那可以。哎，我觉得可以踢对面。我们没有线。我把天主线带过去怎么样，三位？我觉得可以。他们不敢出来的鸡巴，他们第三条龙一定会让的。我直接打了，直接打了。等一下，哥上。打掉吧。啊？哎，飞你了，等，三位。我有准备，我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七爷。我操，你太离谱了，你不我。哎，他都没下，他都没下。哇，好可惜啊。阿拉夫没踢的，有机会开起来吗？我想。哎，有机会吗？我没有，我没有。小大龙啊！别炸大龙的。大龙，他们下不去。他们过不来呀，他过来我踢下。OK， 来。哎，他没抢了，我是个 bug， 流程的热忱是我教的，他过不来了，来不及了。我的这龙打的也太快了吧！肯定啊，这个装备了。上路吧，中路站一个人就行了，中路站一个人。没事，我可以开大的。我站。中路你也不用站，但是我没二，要等一下有二。我剩下二很快的。不进阶了就来，我知道，我现阶就不扣了。要等一下，三位大哥。你小心，阿克上蹲你啊！我感觉我们中路团，阿克上，我来了。他打不过。OK， 很棒。看后面啊！死了，应该死了。能跟吗？卡下！你打一下走。拉下，拉不了。走。这么猛啊！走，所有人走。哎，我应该被他们家里的，我操！我也觉得你应该。哎，我要被家里去的。哎，这不我的，你上去没人跟，你知道吗？对。哎，我要被他们家里去，被他们家一波，我感觉。是一波的呀，对吧？理智一点。不是，我觉得这波是五打四，你知道吧？我觉得随便打啊，我应该陪他们家里去的。你跟上去跟不了，你知道吧？是的。赵拉夫只要站前面，我输不了。是的，是的。赵拉夫神经病，赵拉夫。他鞋子都卖了。我们有大招，随便运营的。我们要当运营小子。好，随便运营。先运营，先把线送进去，先。啊，我把火把卖了吧，我不要，哎，算了，火把还是不能卖，哎。我爸感觉可以卖，这把你不是要进他们呀？那我卖了啊，卖了。感觉可以卖，你卖了买什么？卖错了。你卖了买什么？买帽子吗？买帽子呀。不缺你这点伤害，我觉得。那我觉得还是不要卖，我卖鬼书，卖鬼书买帽子。可以。卖鬼书也可以，对。重伤没什么必要，感觉。等一下，我复活甲三十秒。他们卡莎也复活甲了。哎，我等一下，等我回来换个眼。别死啊！现在不能死，死被一波了。等一下，没事。把线送进去。我们能省线，能省线。我们要不要等卡牌去带一路？我不。哎，是这样啊！如果阿哥上来抓我的话，你们记得看我船长要直接给他招啊！我知道，但是你不要着急给他招，要看我晕到他再给他招。我知道，他们上下线很差的，先等他们把线送过来，他们上下线有人去的。我去带上路啊！你们别开，走，快跑！不想开的，不要被他守线，船长守线，我去带。他们推不了。阿哥上应该是在中路。我担心他们压力巨大，我跟你们说。我们看一下，对，我全压一下就好了，不要被开就行了，不要被开。OK。前期有大了，对了。哎，他们只有三个这里。看一下，泰坦可以吗？泰坦，你看，泰坦没闪，
他打没闪。哎，哥，我靠！周亮文，那个阿拉姆，加油！哎呦，Nice！ 可以，一波。Nice！ 哎，那这把亚历是不是又给到我了？啊？那这把是不是又放红包？没事，赢了就行啊。不动我了，集火秒掉了。团长打得好重，我打的身上差不多，只要炸到。